前辈先进哦，大家好，我是台南农改场哦，那我姓陈，陈荣坤。那其实我们平常都跟农业改良场，其实我们平常都跟农民在就是打交道啦，大概就是看他们有什么问题，我们跟他们一起讨论解决。所以其实我是讲台语较认真，以前哦这样子吗？但是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哈，大概讲台语吼可能了较困难，不过没关系，我可以穿插一些好。不过今天我觉得回来到台大哈，我觉得其实我们南部，我从嘉义上来，南部的一个天气其实很好，那上来台北呢，就回味一下这种阴雨绵绵的天气，也还不错。那我想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就是台南十六号的一个育成过程。那台南十六号为什么要育成这个台南十六号？那它有什么特殊性？因为台南十六号就是说，其实是我们台南农改场跟我们台湾大学一起合作开发的一个品种。那它基本上就是以月光为主体哦，日本的月光米。前几天哦，这也是这个礼拜了哈。那前几天我们赖清德赖院长他在希望广场那边，他说呢。大家呢，如果说觉得日本的月光米好吃，在日本吃过日本的月光米好吃，不用再到日本去吃月光米，吃台湾的台南十六号就对了。那如果说呢，没有去过日本，也没有吃过日本的月光米，那你想要吃日本月光米，那还是一样买我们的台南十六号就对了。好，所以其实这是经过我们赖清德赖院长他加持的一个品种啊，那。其实他会这样子讲，也是我觉得他很厉害，他用几个很简单、很简单的几个字，就把这个品种其实讲得非常的一个，就是说就是很深入、很传神。那因为台南十六号事实上它是一个以月光为主体，它大概95%以上，它的基因呢、大概95%以上都是日本的月光。所以就像有点像是我们那个跟日本的月光是有点双胞胎，好，双胞胎。那我想在做整个介绍之前呢，我稍微讲一下，就是说其实事实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哦。那我是在嘉义农专哦，那时候嘉义农专的农艺科那毕业。那后来呢其实有插班我们台大，结果没考上，所以呢就跑去屏东技术学院。那心里面呢，大概有点不情愿啊，所以呢，就赶快再努力不够，那再认真一点。那后来就来我们台大念硕士。那我是我们郭华仁老师的学生，我学种子的。那后来去工作之后，又觉得大概意犹未尽。那全台湾的农业学校呢，没有把它念透，就不情愿了哈。所以在去年在中兴大学博士毕业。那基本上我们大概进来公务体系都是以高考为主。那当然从那时候硕士班一年级升二年级的时候，大概考上高考。那从公所然后到农业试验所，一直到台南农改场，大概这个是我的经历。那台南十六号在去年拿了一个全国民米的总冠军。对，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些机缘啊，那也有一些成果这样子。那我想很简单的讲台南十六号是怎样。是台南十六号就是说我们会说它是台湾版的月光米的品种。那为什么这样讲哦？那其实这一张图大概我觉得这一张图如果讲完的话，我大概今天就结束了这样。好，所以
其实我们台湾大概有一个就是说对日常钝感的一个基因啊，在我们台湾普遍的一个品种上面，我想大家如果说我有看我们吉小屋米报，那我想里面都有一系列的一个报道，就是说台中65号怎么来的，那我们台湾的品种啊，那从日本的品种一直延续到台湾的品种，那整个变化是怎样啊，所以事实上在台湾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对日常钝感的基因，那我们借由就是传统的杂交啊，就是传统的一个作物的杂交，那杂交之后呢用分子标记的技术呢，把这个日常钝感的基因呢慢慢的把它放到月光里面来，那事实上我们获得的台南16号大概就是它的几乎绝大部分的一个基因体呢都是日本的这个月光，好，那只有一点点呢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就是基因，所以可以从这是日本月光在日本的状况，那这个呢是月光在台湾的状况，那么呢我们把它变成台南16号跟日本的一个状况是类似的，好，所以 我想今天的故事大概就这样结束了，不过如果说我今天这样结束的话，可能彭老师不会放过我了，所以 我想就以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来说，事实上要育成这样的品种，其实我想我觉得要做任何一件事情，那个为什么要这么做很重要，就是说其实我今天大概有几个部分跟大家聊一下，事实上这个是我对这样子的一个品种它的一个以我的角度来说明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品种，那今天我们合作其实是我们现在目前农艺系系主任林彦荣林老师，好，那我相信以他的角度以他的想法来跟大家说明这个台南16号的故事，我想又不太一样，好，所以 我想我以我的角度来跟大家说明，好，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机缘，好，就是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想法，我们为什么要把月光这样的品种那变成台湾的一个品种，我看到什么，好，我看到什么，那有什么样子的机缘呢让我们可以来做，让我们知道说这样子做可以，然后呢之后呢在我们真正是怎么来操作呢，那最后大概我觉得我们希望有后续啦，好，我们希望有后续，所以前面我觉得起心动念的部分做任何事情，那我觉得那个第一个想法很重要，就是说其实月光这个品种已经它是1956年这个它就育成的，好，那进来到台湾事实上也很久了，三四十年了，那它当成台湾的一个稻米的育种材料事实上也非常久了，那大家都知道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品种，那但是呢就是没有一个人说真正把它拿来作为就是育种材料，好，之前那个许志胜许博士他有讲说他觉得月光就是一个就是什么都很均衡的一个品种，那你要把它拿来做育种呢，你稍微动它一点点不太一样了，那你就是找不到更好的，好，那为什么说这样子的一个品种我们要把它拿来做，其实这跟当初大概在民国93年94年那时候开始，那时候开始呢我们大概那个国道三号那时候开始盖好，好，那开始盖好呢就很多的一些就是国道三号，因为它整个高速公路上面它的路灯很亮，好，所以它原来国道三号经过的地方事实上有种很多的东西，但是发生一些问题，发生哪些问题，就是说你看他说这个这是一些新闻啊，就是说整个像说换个路灯的灯色，那稻谷呢就好像生长受到影响，然后说见光死了，那路灯太亮，稻作难产，那我们就发现什么，
很多的路灯就被看不得，就被看不得，好像不是这个是看不得，这个看菜拿，好，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其实这个就是光害的问题。我们白天照光这很正常嘛，但是呢晚上我们的路灯还是一样持续在照，那对某一些作物就会有影响。那其实那时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水稻，那这个是电线杆，上面有一盏路灯，那这边呢其实已经抽穗开花了，这边还没抽穗开花，好，那这个这一根呢就事实上就是电线杆的影子，它被挡住了，好，那后面这边呢因为光线比较微弱，非常非常微弱，所以这边也开花了，好，它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在高速公路的下面，好，高速公路下面，那高速公路下面呢，因为靠近高速公路旁边的这些这些水稻呢，因为太亮了，好，这边都还是绿的，这后面都熟了，好，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困扰，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农民在收获的时候呢，就只能够先割这边，那之后呢，这边再来割，好，那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收获其实老实讲不一定会比较差，但是呢农民就增加很大的困扰。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些后面要收获的时候，其实附近的田都收完了，只剩下这些，对对，所以鸟呢就变成这个农民就变成阿霞了，变成员外了，就佛心来着，就大家吃吧，这些鸟的话，所以 这一直在我们国道三号开通之后，很多的问题，包括像水稻，像枣子、印度枣，好，都有这些问题。然后其实一些跟路灯有关的，还包括像宜兰那边他们有银柳，那银柳发现有这个光害的话，它不开花了。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不是会插个银柳嘛，然后就受到影响了。所以其实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存在。好，所以这也是一样，就是说有一些水稻的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水稻呢，在路灯底下它就一直长一直长，那很晚才抽穗开花，但是很远的地方事实上它是不受到影响的。那这样的情形当初呢我们就其实就提了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呢我们希望说我们把它叫做光污染，然后就是说就是路灯的污染，因为路灯我们台湾的路灯大概就是一整晚的，好，没有再熄掉的，好，那晚上这样子的一个光的污染呢对水稻的一个危害是怎样，那另外也看看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好，那也因为这个样子，那我们做了一些试验，那我们发现呢其实这个晚上的这些光的污染啊，或者是这些路灯呢，它的光照呢，事实上不同的品种，不同的水稻品种其实是有差别的，好，有差别的。所以如果说在路灯旁边呢要种水稻呢，应该要慎选啊水稻的品种。好，那我们这边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的结果之一啦，哈，这有很多的水稻品种。好，那我们事实上我们的路灯有两种，一种叫做高压钠灯，一种是水银灯。水银灯呢就是比较白的那一种，好，那我是水银灯。好，那高压钠灯呢是那种比较黄晕色的，好，黄晕色的。那通常高速公路上面大概都是黄晕色的，好，为什么？因为比较黄晕色的，它的穿透力对那个光线的那个对空气的穿透力比较强，对，所以可以看得比较远。所以通常在高速公路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都是用这种高压钠灯，但是我们也发现哈，在很多的品种里面，但是呢，这个是一般正常的一个开花的天数，好，那这个是就是在灯光底下的开花天数，那这个是它的差异，好，这是它的差异，这也是它的差异。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台湾的品种啊，中晚熟的梗稻，普通的中晚熟梗稻，它的那个在路灯底下，其实它的影响大概都十天十来天，好，
那在水银灯的状况底下呢，那它影响又更少，好，影响又更少。好，那那我们再看一下，只要早熟的，好，只要早熟的，像月光呢，它是极早熟的，好，它的抽穗的一个日数，它开花呢就越晚越慢，所以它影响就更大，好，影响就更大。好，那我们就觉得说，哎，这样子其实蛮好玩的哈。那也发现说有一些状况，就是说事实上我们从这样结果就觉得说，哎，日本的月光其实因为我有看到它长的状况，其实它在路灯底下它是延迟开花了，但是它长得不错，长得还蛮高大的，不像一般在台湾的一个月光，它长得矮矮的，哦，那产量很差，然后呢茎秆很软，它在路灯底下它长得，哎，还蛮高的，因为它比较晚抽穗的，好，然后茎秆还算，哎，还算还比我们台湾种的月光要来得粗，所以那时候我还没有说真正做育种，所以但是那时候就开始了解一下日本这个月光。好，日本这个月光呢，我们看一下哈，就是说整个在日本来说，好，日本来说，事实上这是2006年的资料，但是到目前为止，好，它的栽培面积事实上还是超过整个日本的 30%。好，30%。对。那它是1956年育成的品种。那一直其实我们有在跟日本的学者在交流哈。我们说，哎，1956年的品种到现在也五六十年了。五六十年的一个品种，那为什么你们一直没办法把它取代掉？哎，他们说没办法，日本人哈，他们的一个就是说他们比较保守，就是说他们认为好的就是一定好。那他们的研究单位，他们有研究出来说，哎，他们有觉得更好的，但是呢，在消费者的心目中就是没有办法去改变他的形象。好，所以他还是最好的，在日本的一个就是消费者想法里面，它是最好的。那它的一个面积呢，事实上目前还是最大。那我们看一下，你看这是它的一个栽培面积。那第二名啊，第二名以下的，事实上整个栽培面积都小于4%，哦，都小于4%。好，那月光呢，至少都30%以上。那另外还有一个特性是什么？月光，我们看一下，它从第二名之后啊。第二名之后，事实上这些的品种它都是月光的儿子女儿，啊，或者是他的孙子，啊，或者是他的孙子，啊，所以其实月光这个品种，我想它能够存在这么久，然后一直到现在，从1956年的一个品种能够一直到目前为止，大家这个还是就是日本的消费者，还是日本的农民喜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那当然，我们也稍微去了解一下月光这个品种在台湾种起来是怎样。好，那这是我们的十位子了。好，那光是月光来说，在台湾种，它的口感分数就已经是可以说是最高的。好，那当然有一些品种啊，它也很高，但是如果但是它有一些其他的缺点呢，好像说以台东三十号来说，它的年米率就比较差，所以市场上面就不容易接受。好，那但是以月光来说，月光在台湾本来就不太适合它生长的环境底下，它都能够表现得这么好。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如果说我们能够把它稍微改良一下，好，那应该在台湾的表现，应该还可以更好，还可以更好。所以其实在刚刚那个计划里面，我们也做了一些试验啊，这些都是月光，这些都是月光。那我们在正常的环境底下，我们看一下，它是长这个样子。那最不受到影响的，我们用不同的光线来做当做路灯啊，不同的光线，那我们发现，绿光事实上它是最不敏感的。好，那再来呢是黄色的光，好，再来是蓝色的光啊，蓝色光已经抽穗了哈。那再来才是红色的光啊。那你看红色的光还没有开始开花，这已经开花了。好，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不同的光线事实上是有影响的。本来我们是希望说是不是可以
发展成路灯啊，好，我们去改善一下路灯的一个光谱哈，那让它可以不影响到我们农作物的生长。就后来我们发现哈，其实只要路灯呢下面照一个光罩，就解决掉这个问题了。好，所以就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不了了之了哈。不过我们也可以发现说，事实上你看在日本的月光。其实他们长的高度蛮高，他的生育的一个时间跟我们台湾的一个一般中晚熟的一个品水稻的品种，事实上是很相近的。好像这样子的一个生育期大概在130天左右。那我们台湾一般的中晚熟梗稻大概也是在120到140天之间。好，所以跟我们台湾的如果说生长期跟台湾的生长期是类似的，那他们的长出来就是这样的状态，不太一样。好，那你看这是台湾种出来的月光是这样子。好，那其实大家看它其实是挺挺的，但是老实讲它已经弯下去了。好，其实我中间还插了一根铁棍子在中间把它稍微撑一下。好，所以株型是差异很大的。好，株型是差异很大的。那我们发现说，这样子的一个生长的天数，其实在台湾一起做大概90天就可以收获。好，那日本呢，大概要130天，好，差了40天的一个生长期。好，所以整个越早就开花的哈，它就越矮了。好，那它因为吸收到的一个太阳光照也比较少，所以它的产量其实也比较差。但是另外以品质来说，其实它的品质也会比较差，就是说它的蛋白质，它吸收的一些养分，它不容易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就把它代谢掉，所以它的蛋白质，它这个我们台湾种出来的月光米，它的蛋白质含量也会比较高。那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就会怎样？我们米饭会比较硬一点，好，米饭会比较硬一点，好，所以我曾经做了一个试验，因为曾经有一个水稻老前辈，他跟我讲说。他想要繁殖一些月光的种子，但是呢，他从日本呢有拿到一些他觉得是很纯种的月光种子，但是没有多少粒，就是说可能大概50-60粒而已。但是他希望说一次能够繁殖量大一点。那有刚刚的那样子的一个过程之后，那我就觉得你少少的种子，你要把它繁殖成很多量的一个比较多量的种子，好，那我可以怎么做？那时候我就这样子做了，我就把它晚上我就一样照光，好，照光到大概40天之后，插完秧之后40天，我就把灯关掉，它后来长出来是这个样子，又高又粗又壮，而且呢它的稻穗还比较长。那我想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历程，那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可以知道月光呢，我们把它的生长期拉长，它的产量、它的品质，好，其实是很可观的。那也可以回复到跟在日本的环境底下种出来的东西是类似的，是一样的。好，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有机会的。好，但是我们就去探究它的原因了，就是说，事实上日本月光这个品种啊，它你看它非常的晶莹剔透。好，它没有什么心腹白，它没有什么白垩质。好，那通常像我们如果说去市场，好，去那个超级市场去买这样子的一个进口的一个品种，进口的米，一包的话大概要300-400块一公斤。好，一公斤要300-400块。好，所以它是非常高昂的一个米种，但是到台湾来，啊，因为它的一个日常，它对于台湾的一个日常。敏感怎么说呢？日本呢，他们插秧大概都是在大概5月份插秧，那5月份插秧，他们大概在9月底、10月份收获，好，所以其实中间经过一个夏至嘛，那夏至就是什么？夏至就是那个日常最长的那一天，但是当你纬度越高，这个夏至的时间，就是说它的白天事实上就越长的。像我们知道说，像在北极，好，北极我们可能会有那种会有某几天是永日，就是一整天都是白天，好，一整天都白天，
所以整体来说，在日本的水稻的环境，它大概都是他们的水稻在抽穗之就是说它进去到准备要就是要有穗之前，它大概都是它处的环境都是在长日的环境。但是台湾不是，台湾的纬度比日本要来的低，所以就台湾来说，我们台湾的日常再怎么比较都比日本要来的短。所以日本的品种拿到台湾来之后，它就怎样感应到这个日常太短了，所以呢它就开花了，所以就很难，因为这样子的因素，本来很高的一个很高很壮的一个水稻品种，那拿到台湾来就变成这样子了，就细细的瘦瘦的，我想刚刚这样讲，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听得懂。那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我们如果说高速公路经过田尾，彰化田尾，我们是不是会有那个电造局？那电造局为什么要电造？它事实上它跟我们的日本的月光也是一样。如果说没有晚上没有做电造的话，那它大概很矮，很矮的时候，然后呢就开花了，它就那个这个枝梗呢就会很短，然后就开花了。那因为它叫做短日植物，我们水稻也是短日植物，就是短日的情况底下它就容易开花。那如果说我们上面呢跟它放个灯，那它就不开花了，因为它就变成长日照嘛。那不开花了，它这个梗呢就一直长，一直拉高，一直拉高。梗拉高之后，它的那个切花的品质、切花的价格才会高。好，然后呢，等我们接收到订单的时候，好，那我们就可以我们知道说什么时候订单要出去，那我们会知道说，我灯关掉之后，几天之后它就会有花苞。好，所以就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晚上的一个光照、晚上的光源来控制说，我什么时候要出货，我什么时候可以有花出去。所以其实这是一样的道理的，一样的道理。所以其实这个是事实上在做这个品种之前，我大概知道说月光这个品种，如果说我们多对它做一点的操作，那它可以更好，它可以更好。那心里面事实上我们就有这样的想法在，我们知道可以这么做，但是呢我总是不能够用灯光一直照来生产这个水稻，因为毕竟水稻它是一个大面积的作物。好，那你如果说晚上要来开灯的话，可能不符合成本。好，像其实像什么，像我们火龙果，它做产期调节，它也是晚上打灯。好，像我们那个茭白笋，好，它要做产期调节，那下面那个笋要让它肥大一点。好，它我们也是一样，晚上打灯。好，但是这些是比较高经济价值的作物。好，但是我们水稻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好，可能就没办法。所以心里面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一直存在。齁，那我想这个就是一个缘啦，齁，其实在那样子的计划之后，那过没多久，在1996年7月13日，其实在我们台日经济合作协会，就在我们那个台大南五旁边，就是南五宿舍旁边，那边，那他开了一个台日农业生物技术应用研讨会，那里面呢，那一次那我就跑来听了，那跑来听呢，那时候有一个亚农，就是博士，石月昌玉博士，那他来讲了一个就是题目就是水稻有用基因的发掘跟基因体育种策略，那他讲什么呢？他们在日本，事实上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它是很狭长的，就是说他们土地很狭长，他们从如果说不讲 Okinawa 了，不讲琉球，我们如果说从他们本就是说从九州一直到北海道，事实上他们的纬度非常拉得非常长，那纬度拉得非常长，事实上这个月光也会受到这样子纬度的一个影响，事实上也就是日常的影响。好，所以他们呢就怎样，他们也做了，利用一些分子标志的技术呢，那做了一连续，这些都是月光。
但是呢，它的抽税期是不一样的。好，抽税期比较早的呢，可以拿到北海道来种，因为它那边的生长期比较短。抽税期比较晚的呢，可以拿到九州来种。好，那它用的方式就是怎样？一样，这边是一直是这是月光的基因体哈。那他们把某一些跟抽税有关的基因，把它一个一个放进去，那其他都还是月光，就只有这几个不一样而已。好，他们做出来这样的东西。好，他们做出来这样的东西。好，那其实这个就是比较学术了哈，就是说我们用回教的方式，两个品种，然后杂交之后呢，那去选这个背景比较多的，好这些就是后代，然后呢再继续做跟他回教。那回教到后来呢，我们一直就把这个我们要的基因留着，其他的呢就都是原来日本的月光。好，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好，那这个是他那一天带给我们，事实上他们已经有做了，那也有这样子的实力了。好，那这是他那一天带给我们的一个想法，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分子育种。好，那一天结束之后，事实上还有后续。那天结束之后，那刚刚那一位那个亚诺博士，那我们就刚好就跟他还有就稍微有聊了一下，然后呢之后呢我们就我就跟林彦荣老师，然后呢很巧啦，就跟他两个人就一起走路回来到系馆，然后呢就说要不要聊一聊啊，看看说有没有大家可以做的一些东西啊。刚刚好啊，林彦老师他就是做分子 marker 的，好分子标记的。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我们日本人都可以做，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好，那就在我们那个二楼的三楼的那个小的那个讨论间，我们就在那边讨论，就觉得说可以做、哦。那时候完全没有计划，那就是那一场的研讨会结束之后，那我们觉得可以做点事情，讨论一下，当下就决定了，把这样子的一个品种做出来。所以其实这是我觉得梦想成真了哈，就是说，其实在我们林彦荣林老师，好，那我刚刚早上还遇到他，好，那其实我们希望说，把日本这样子的一个品种一样的，啊，做成不一样，在台湾的环境底下，做成不一样的一个生长期，好，那在它的外观上面，啊，一样跟日本月光一样晶莹剔透，那口感上面呢，至少要跟它一样好，那说不定还可以更好，我也不知道，啊。对，所以但是它的抽税的时间呢，要怎样？要比较慢一点，所以它的产量呢，一定会比台湾种的月光是一样的啊，要产量要比台湾种月光还要好。那品种呢，它的一个产量呢，希望说能够跟我们目前的品种要拉近，好，那这样子才会达到我们希望说在台湾量产月光这样的品种，然后呢，价格稍微不用说像日本的。月光米在台湾卖那么贵、哦、然后呢我们又可以吃到好吃的米这样子、哦、那 我想接下来可能会稍微乏味一点点的，好，不过事实上 我们大概导了三个基因进来、哦、那其实台湾的品种、哦、大概有这三个基因、啊哦、那这三个基因呢，事实上它都是在短日，就是在台湾的环境底下，就是日本的月光它带了这三个基因在台湾短日的环境底下，它都会提早，都会让月光提早开花。所以，我们把这三个基因，啊，这三个基因，啊，把它换成我们台湾的这三个，好，那做法其实，就刚刚讲的，其实这个可能大家看的会比较乏味一点，好，就是说，我月光跟我们台湾的台农六十七号杂交之后，那选出来的后代呢，再去回教，那。选呢，就是用分子标志来选。我们把那些抽税期的基因把它标记起来，啊，标记起来之后，我在后代里面，可能有好几百株。那好几百株呢，我可能里面只选了两株。那这两株呢，再来跟月光做回家。其实这里面比较辛苦，我觉得是
真的是回就我的观点，我觉得回教比较困难，因为选出来两株，那这两株呢，他又要跟月光，因为他可能，因为我们知道月光其实他穗很短，那花呢也很少，那花很少的情况底下，你就那几朵花，然后呢去跟他回交，可能至少要回交一两百粒、两三百粒，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压力是比较大的。好，但是不管如何，我们还是做了哈。那当然，林彦龙老师那边就帮我们做，就是我们这些分子标记的一个操作啊，就是这个基因的标记。然后呢，其他不是这个基因的，我们哈也是确定说，它不是月光的，好，那我们就把它拿掉。好，是月光的就把它留下来。好，所以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 marker。你看那时候。林彦龙老师的一个研究生哦，那其实这边还有一个基因呢、啊、那我们放了三个基因进来，好，那其他呢，红色的这是这个是我们台湾的品种的日常不敏感的基因，那蓝色的呢是月光的，那我们怎么确定说它是月光的基因？我们你看很多个点有没有？这个每一个点都要做，那每个点都做呢，都要确定说。这个它已经是回复到日本的月光了，因为一定要回复到日本的月光，我们才能够期待说它能够有很好的品质嘛，很好的口感嘛，所以这些其实每一个我想都是研究生的心血啦，你看到可能看到的只是一个点而已，但是它光是做这个点去分析那些去跑胶啦，去分析这些标记的一个状况啊，其实是很辛苦的，而且不是说只做一次，因为我们刚刚看到了，我们回交了四次，所以呢，他每一个点呢，他都要做四次，那总共做了这些点呢，大概有将近100个，有将近100个，所以其实我刚刚讲的大概就是说，一个是前这个，我想很简单的概念给大家，就是说。分子育种、大概有一个是前景选拔，那前景选拔就是说我们要的那个基因，那个就是前景，好，我们要的那一个。那背景选拔呢，就是怎样？除了那个基因之外，那我们都要把它恢复到月光嘛。那刚刚讲的很多的点那些，好，都要恢复成月光，好，那这个就是背景选拔。我们把月光比较多，就是说比较多月光背景的这些后代，我们把它选起来，再去做回交。那我们的后面的几率就会好很多，就会高很多。好，我想这个是只是很可能很复杂的东西，但是我觉得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哈、让大家来知道了哈、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背景的选拔，蓝色的这些那很多的这些条带，那前景选拔是怎样？这些红色的部分，好，就是这两个而已。好，所以我想就是。我想台南十六就刚刚前面那张图，刚刚给大家看到了，那这个事实上就是示意图啦，那就很简单啦，就是这个点，我们把它一直放进来，好，利用回交的方式把它放进来，那最后变成一个整个背景都是跟月光相似的，好，那但是只有一个基因，一两个基因，大概5%的一个。基因型呢是跟我们台湾的品种是类似的，所以事实上我们做出来不止台南十六号，我们做出来呢做了很多的品系出来，好，有比较早的，有比较晚的，好，那当然我们后来去评估说，哪一个是最好的，好，那所以做出来就是这个，这就是台南十六号，好，这是月光，好，这月光，好，那这是我们台湾的品种，台湾67。好，那这两个杂交之后呢，再一直回交跟月光回交，那我们获得这个，我们获得这个。好，所以它你看它的一个抽穗期，好，它开花的时间跟我们台湾的品种类似，它也会长得比较高，产量也会比较好。那我们下去看呢、它的一个品质哈、其实是不错的。好，你看就整个来说，月光就是这样子。那这台南十六号，好，这是。它的另外一个亲本就是我们提供我们日常钝感不敏感的这个基因的一个父亲。
哦，那很简单的说就是月光是这样子，哦，它是基因体这样，啊，台湾67号，哦，我们台湾的品种它基因体是这样，那台湾16号呢，事实上我们放了两个基因进去，到最后，哦，我们选择，哦，我们放了两个基因进去，其他都跟日本的月光是一样，哦，那中间其实，我想分子标记，哦，是一个手段，那让我们去可以去很快速，那很明确的去知道说，欸，我要放什么东西进来到我的，目标里面，哦，我想要做成的目标，那我可以放那抓哪些基因进来，哦，那其实这个就是分子标记可以操作的一个方式，很明确，要不然我们一般在育种就是看它的，那个 外表的状况，哦，看它的植株的状况，但是以抽穗荠这种来说，每一次我们就回家，其实它的选出来的后代它的抽穗期其实都跟月光一样，不会比较晚。但是我们利用分子标记的方式，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说，它有那个分子在的，它有那个因子在的，它有那个可以晚熟的那个因素呢，在它体内，只是它还不表现出来而已。好，因为它我们说它是异质结合，我们的那个基因它是大 A 小 A。但是大 A 小 A 呢，它都呈现什么？它都呈现大 A 的部分，都是呈现早熟的部分。好，如果说我们一般的育种，我们都是用看外表来选，但是怎么选看到哇，都是早熟的，那就丢掉了。那一丢掉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哎，所以这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优势的。那当然，整体的育成过程里面，那当然我们还会去分析什么。还是要去分析看它的口感怎样，它的外观怎样，好，是不是真的达到我们要的程度，是不是真的比月光要来的好，好，那到还包括一些成分的分析，食味的一个分析，那当然我们也要做一些株型它的那个水稻它长得怎样，状况长得怎样的一个选拔，这些都是需要，所以整个来说，如果说以月光来说，它的产量是100%，一期做呢，它大概可以提升到增加将近30%，二期做更多，快要3倍。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实验数据的，真正在操作，农民有时候有他们栽培的一些美感，那差距可能没那么大，但是还是整体的一个趋势还是有，好，哦，还是有。那我们让它把整个产量提升上来，好，哦，那品质呢？这是月光，这是我们台湾的台农67号，它有很明显的复白。好，那这是我们台南16号，哦，它有比它跟月光一样很晶莹剔透。好，哦，那粒型差不多，但事实上如果说大家看得出来，其实它稍微有比月光胖一点点。好，哦，它比月光稍微胖一点点。好，哦，那这是它的外观。好，哦，那它的口感，哦，我们看这个绿色的部分，绿色是台南16号，哦，绿色它的口感，哦，事实上比红色的月光来得好，它的粘度比月光来得好，那整个平衡度，哦，口感上面的平衡度，哦，也比月光来得好，光泽呢，饭的光泽也比较亮，哦，那口感呢，比月光还要来得软一点，哦，所以其实光泽，哦，就是这个光泽跟整个口感来说，其实它是一个我们在说正相关的，就是说只要我们煮的饭哦，饭煮起来，那这个饭加起来，你刚刚看一下，它就是油油亮亮的，哦，很有光泽，这个饭绝对好吃，好，哦，这个饭绝对好吃，好，哦，不，那个米粒的比较，那个米粒是月光，是日本的月光还是台湾的月光？这是台湾种的月光，哎，哦，这台湾种的月光，是日本的月光的米粒跟它比较。其实米粒的一个形状大概差异不大，嘿，就是说它不太会受到在不同地方种的影响，但是它的内容会不太一样，嘿，嘿，哦，所以其实你看这个我们种起来，哦，这个台南16号跟月光它的差异就是抽穗期的差异就这么大，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很费心去照顾的啦，哦，那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好，那 我想哦，我们做出来，我们还希望说，事实上跟日本是跟日本的一个
租赁啊，这是不同啊，这个是我们这个是单本质的，所以单本质会比较这个分裂会比较开张一点啊。那这是日本啊，日本的品种其实已经很像了，那产量上面其实也差异不大。曾经有那个西班牙，就是说就是最近这几年日本一直在输出他们的那个和食文化啊，他们希望说他们把他们的一个寿司文化啊，然后就是推到全世界去啊，那推到全世界去要做什么？事实上他们要的像说稻米，他们日本米要外销啊，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出路啊。那曾经有日本人他们在西班牙那边，他们曾经跟我们接触说，哎，我们这个品种是不是可以在他们那边种看？好，因为现在在欧洲，那边有蛮多的，就是日本的寿司店。那事实上他们是需要像日本月光米这样子的一个品种。但是从日本去输出到欧洲，其实价格还是很高，所以他们希望说在当地种，所以他们也希望，哎，我们这样的品种是不是可以在他那边试试看这样子。好，那我想稍微用几张照片跟让大家看一下月光这个特性。那事实上这个就是在台湾我们的台南十六号，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它的整个背景都跟月光差不多，所以事实上它的特性也大概跟日本的月光非常非常像。这个就是这个是我们一个学弟，我们台大的学弟，他现在在好像京都大学，他在那边念博士，那本来在他花莲农改厂，他现在过去那边念博士。那这是他去那个新系的一个日本新系，其实日本新系是就是月光很有名的一个产地。好，那他去那边拍的照片哈，那其实月光这样子的一个品种，它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它这个毛啊，它我们叫做芒啊，好，那它容易受到环境气候环境的影响，有时候它这个芒会出现，有时候又不会，但是这个就是它品种的特性。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农民会跟我讲说，哎，你这个品种是不是有点变调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芒？其实不是，它本来就会这样子，它先天上就会这样子。好，所以但是这个芒呢，它并不是一整穗都有，它是就是穗的顶端这几粒容易有这样子而已。好，但是有时候有，有时候又没有，通常跟天气有关系，稍微比较冷一点，天气比较冷一点，它就容易发生。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看倒头一塌糊涂。好，那其实台湾的台南十六号也是一样啊，它也是茎秆很软。好，那当然这个就又跟栽培技术有关系。好，那这个是两者都是很像的。那也是因为这个样子，其实倒伏它是一个缺点，但是呢它也可以是一个优点。好，看我们怎么用什么角度去看哈。就以目前台湾的产业来说，水稻的产业来说，我们的稻米产业通常都是以求产量为主。好，我产量越多我可以卖得更多钱。但是慢慢的我们最近这十年来，其实我们都在讲说我们要吃得好，我们的产量已经水稻稻米的产量太多了，我们要吃得好一点。那要吃得好一点，那这个口感呢，事实上米的口感好坏跟它的产量是有点成反比，就是说你肥料放的越多产量越高，但是呢口感就越差，好，就越硬越干啊。你那个米哦，要煮饭的时候水要放的更多，好，只要水的用量建议很多的那个米，大概都是比较没有那么好吃的。好，如果说大家有煮过陈米，就是说米放的稍微久一点的老米，好，那是不是水要放多一点？饭煮起来就比较没有光泽，好，比较黄一点。好，事实上，我们的饭，我们的稻米，肥料放多一点也是一样。它的口感就会变得比较差，会变得比较硬，米饭会变得比较黄，哦，会比较没有光泽，哦，那这样子的倒伏，我们说它是一个缺点，那也可以是一个优点。我们把缺点看成优点在哪里？因为如果说它会倒，那怎样？
肥料就不能放得多。哦，肥料就不能放得多。哦，你肥料不放多，那它就可以怎样？它就可以维持好吃的口感。啊、哦，像在日本他们的月光米哦，他们的肥料用量了、啊、哈、哦，大概一公顷就有放40公斤的氮肥。好、哦，40公斤氮肥。在台湾呢，我们一般的稻米的生产呢，至少是200公斤的氮肥，五倍。好、哦，所以我们是求产量为主，但是我们让它这样子的特性，好、哦，事实上我们也有比较矮的啦。老实讲，我们有放进去就是矮半矮性的基因进去，它就真的比较矮，比较不会倒。但是后来我们还是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品种，让它高一点，好、哦，让它容易倒一点，那农民呢，他就不敢，很自然而然，他不敢去放太多的肥料，那他的口感就是永远就是最好的，永远就是第一名，对，那他不会说因为说，哎，农民的比较，他的口感能够维持的，比较不会说变化太大，好，所以这个是有优点有缺点，但是这个缺点呢，我们把它转换一下，换个角度来看，其实还是有它的优势在。其实香米也是一样，香米你肥料放的更多，它就越不香。好啊，香米你肥料放的少一点，它就会很香。好，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其实在我们育种的应用上面哈、哦，我们有很多的，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创新的想法。我觉得还是在那个想法最重要。有那个想法，我们可以去综合很多的领域。好，然后来共同完成一件事情。好，那还有一个，我们就谈到就是，其实我们在日本，我们会看到说，哎，很多吊起来的。我想我这边就是其实这边在讲的就是说，其实它脱粒，它很不容易掉。日本的品种很不容易掉。哦、我们的台南十六号它也是不容易掉。哦，拿起来打人都还是 OK 的。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哎，在日本。像其实这个大概也是月光、哦、那他们会把它收获起来吊起来，但是其实我这边我为什么会放这张照片，除了跟大家报告说，哎，这样的品种其实它很不容易吊之外，其实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就是说其实老实讲在台湾是不适合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啦、哦、因为日本有日本的环境，在台湾呢我们其实并不适合、哦、一个是我们台湾品种比较容易掉一点，好，那当然台南十六号没问题，但是台南十六号还是一样，我觉得不适合这样做。为什么？日本呢，他们收获的时候呢是几月？9月底、10月份以后了。再来，他们的天气冷了，天气冷了之后，准备大概要下雪了，天气干了，所以天气冷，然后天气干，事实上为什么？这是他们传统的做法。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统做法？以前没有干燥机，他们冬天也没有太没什么大太阳，那但是他们的空气很干燥，他们温度很低，所以他这样子吊起来，在温度低的环境底下，在空气比较干的环境底下，他这样子让它自然干燥，它品质是可以维持的。好，因为它的温度，它温度如果说温度高，然后呢又潮湿，哇，它这个可能没办法干燥，而且呢我们这个米哦很容易就坏掉，好。那这是什么环境？在台湾的环境，在台湾环境，你说收起来，你把它吊起来。台湾的环境就是比较湿，那温度又不够低，那你把它吊起来，事实上后面的口感都差了。好，所以我们可以有时候可以看到一些活动，那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操作，但是我觉得这是学日本的啦，但是我觉得在台湾并不是那么合适啦。好，好，那我想后面呢、啊，就我希望说。能够再续了哈，那再续的话，就是说，其实以这样子的一个分子标记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它的速度比一般传统的一个方法呢要来得快，就是说时间要来得短。那而且呢，它可以在我们就抽 DNA 就好了，好，在水稻它还长得很小的时候，还是幼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分析了。好，那这是一个很方便，而且很就是说目标很明确的一个方式。哦、那未来呢？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很就是说，很多不一样的特性，病害啦、虫害啦，或者是开花期啦，或者是米质啦等等的，统统把它怎样，
我们说设计育种，就是说，在日本呢，他们叫做超级月光明啊，就是说，他可能抗，他可能不抗病，我就把抗病的基因放进来，好，他可能不抗虫，我就把抗虫的基因放进来，好，那变成怎样？变成它是一个，就是说，你想要它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品种，它就可以变成什么样的品种，好，这是一个设计育种的观念。那我觉得这个不错，那当然我们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做。那继续做呢？其实包括说包括产量啦、病虫害啦，我们希望说它能够抗打服啦、品质维持啦，或者是说不会在穗上发芽，或者是能够省水一点。那其实还有一个啦，我老实讲，我们已经有做了，那已经快差不多了。我们把台南十六号放那个泰国香米有吗？那个香味放进去了啦，那再来大概这两年我们就会去测试说，它到底现在拿来吃一定有点香味了，对，那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在品质上面，然后在其他各方面都能够跟月光一样好，那但是其实这个跟日本人的想法观念是背道而驰的。好，日本呢，他们其实你看哦，日本他们的米没什么香米，你不能不爱讲旁蜜啊，好，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香味哈，盖过那个什么，盖过那个寿司啊，那原来的那个味道哈，他们不喜欢，好，所以其实但是台湾人啊喜欢这个香味，好，或者是中国，或者是我们看一下东南亚市场，其实整体来说，除了日本之外，大家都对这个香味是很比较趋之若鹜的。那如果说我们可以让这样的品种，当然日本人至少日本人不会跟我们竞争嘛，好，那就没有这样的香味基因放进去，那我们已经把它放进去了，好，那希望以后可以得到跟这样子跟台南十一号一样的成果了，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再继续往前进，那再继续往前进的事实上，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我相信大家都有那个我们技巧屋米报，那也有我们那个我们谢老师他那一本那个蓬莱米的故事嘛哈，那里面有一个品种叫做旭，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好，这个旭呢我稍微其实这是我昨天晚上想到，我临时加进去了哈。那事实上，它是在中村这个品种啊，它事实上它受到稻作病病害嘛哈，那整个就病害就很严重。那之后呢，就由竹城啊进来，那之后呢就是旭，那旭它维持了一段时间，那旭之后就是我们的台中六十五号，对，那事实上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像台南十六号哈，它事实上它是一个像旭这样的一个品种，它是一个承先启后的角色了。其实我觉得看到这篇文章，看到这个品种，我觉得自己都觉得很感动。那我也希望说接下来像台南十六号，我们希望说它是一个，它也可以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品种。那接下来不管是说我们新育成的品种，或者说我们在整个我们的观念想法上面，我们都能够做传承，有这样的一个香火，好，那我想在整个研究上面，其实我们非常感谢林彦荣林老师啦，应该是生教授了，不好意思，好，那还有他研究生陈正生还有简祥平，好，那这是他们做出来的，这是他们做出来的，好，我想大概跟大家报告到这边，不好意思跟大家浪费了很多时间，谢谢。